对。像这个黄金牛肝菌，它的根部是会有一点黑心的腐烂部分，只要把它挑掉，用竹片挑了就可以吃了，把它掏空，掏空就可以吃了。上面还是挺硬的。又一朵，哦，又是。哦，哈哈，哇，哈哈，黄金牛肝菌开开的，还是可以的，晒成肝菌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个好，有一朵，哇，这朵比较肥呀、啊。哎，它的菌丝体太庞大了，所以它长得那么肥，那么壮。这个可以拔掉，放在底下，明天再来捡，再找找这附近。哎。怎么又有一朵？哎，哎，啊！哇！咦，那里又有。喂，喂，哦，这都够炒一盘啊！而且还没有开开，没开伞，这个品相太好了。哦，这里有一朵。哦，这里有一朵。黑帽子的。哎。鸡油菌。
鱼都小的。这里还有一朵，哦，这里又有一朵，哦，那里又有一朵。哦，两朵。一大朵黄金牛肝菌开开的了，去看看。哇，可惜了，嗯，腐烂掉了，嗯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随他吧。哇，这里又有两朵，哇，这里又有一朵。在这里休息的时候，发现那里有一朵鸡枞，去挖一下。是一朵鸡枞。哦，这里有一小朵，这个嘛，这个太小，这朵还可以，小的，这个太小。你看，这种鸡枞脚比较短，也不会太深，如果再挖下去就通掉了。从早井到晚，鞋子的井烂一双。Thank you.